我上次跟李芝吃饭是什么时候？3月6号是午饭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你不用工作吗？3个月前，是去年的3月6号。 爸爸破产了，我们不如去迪士尼避一避。为什么非要去迪士尼呀？800房是干净的，500房呢？有人自杀过一次，300自杀过很多次。给我一个帐篷吧。爸，我要睡床，我不要睡地板了。 咬我！是跳蚤。对对，不要动，跳蚤。好了，莫王堂哥这边，过来，不要开小差了，过来。别动，别动。喂，小朋友，快把枪放下！ 夏姐姐一定对平庸爸爸有好感，这个送给你的。那个美美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爸爸，你有没有带钱啊？花钱就不能去迪士尼？钻石。